所以我直播就是可以收到礼物，就是他们不是金牛座，他们不是他们不是直播的都会挣很多钱吗？你是吧？卖东西的啊，我收礼物就必须得卖东西，收礼物收礼物也能挣，那我不是收礼物卖东西也能，他们给你送礼物也有钱。那我那你是想要这个礼物他们就去哪儿了呢？我们跟新浪沟通一下，看那么多啊，对，在我的账户里，然后有期限，好搞啊，就是研究一下，我们研究一下。有人问要不要谢一下礼物？谢一下什么？谢谢他啊，谢谢谢谢大家给的礼物。应该是谢谢谁谁谁送的什么什么什么啊。谢谢谁谁谁送的这个礼物。谁呀？他名字念过啊？这个名字，我不知道谁送的。南路的叠叠送啥呀？我送了八，放弃了。掌声，送了啥？把名字念的，送了啥？大风车，这是风车吗？掌声，这个是。